6月27号，著名作家刘震云和著名戏剧导演牟森26号晚间现身天津，在格调平原艺术空间与读者和观众见面，导赏戏剧《一句顶一万句之出言金记》，与观众分享这个关于中国式孤独的故事，交流文学艺术观点。戏剧版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由中国实验戏剧领军人物牟森亲笔改编并执导，以曹青娥的多舛命途为主线，讲述了三代中原人自我救赎的历程，力图呈现中国百姓精神生活的图景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